嗱，小晶姐，嗯，你好锡爸爸咧，呢、這个我真系，我谂我或者公司好多同事咧，或者你身边嘅同事朋友咧，大家都知道，你因为爸爸，你开过一套绝世好巴，嗯，开完绝世好巴就到巴巴闭翳，巴巴闭翳之后咧，当王爸爸就到当王爸爸，嗯，其实绝世好巴之前都有外父唔怕做，是都系有嗰类戏，都系有嗰个 message 喺度。嗯爸爸对你的个影响是去到一个好深层次，就算他离开了，因为当日譬如说梅爸爸离开的时候，其实我都知道了，我知道小青姐的他做了金牌兵人，你那种难过是你好像没事，但是其实很有事，很有事，因为那时候是我只要一静落嚟咧，唔得，要工作工作，同埋我系要做好个工作。我知道我爸爸中意我要做个工作，一方面系咁样，另一方面系用紧样嘢嚟麻醉自己，唔好谂，唔好谂，唔好谂，做嘢做嘢做嘢。咁但系一到静落嚟咧，嗰阵时我谂啊，我后边嘅日子点过啊？我冇咗我爸爸嘅日子点过啊？但系日子总系会过嘅。我仲有妈妈将锡我爸爸嘅嘢锡埋我妈妈，同埋。我哋有七兄弟姊妹，纵使我哋唔同妈妈生，但系我哋都系七个，我哋系叫七小福，我叫我自己七小福。系。咁我爸爸走嘅时候咧，我同我爸爸讲，我会照顾住我哋底下嗰个，我哋七小福会照顾一个，而家有一个走咗咯吓。咁会一样嘢，我做我妈妈，我哋维系住一个家，因为我爸爸系好注重家嘅，好注重家嘅人。咁同埋嗰阵时成咧就讲讲一句就是帮得人就帮，咁所以咧成日带佢系做业主饭嘅主席啊，咁我嗰度咧就好多个话题俾我哋咧，就做咗我好多嗰个剧啦。其中绝世好巴嗰、那个里边好多好多都系我爸爸嗰个情节，系咁点知上一出街就入咗医院，咁佢就话出嚟啊睇啦，系一个好突然间去咗走咗就睇唔到呢个绝世好巴，系咁我就将呢个绝世好巴全个就。当然烧俾我爸爸睇啦，咁我系觉得，完全冇咗一个动向，我再做呢一行嗰个意义，系我爸爸好中意我做，我做呢样嘢，做呢个意义。咁但系突然间有一次做绝世好巴，收视第一啦，收视第一。咁嗰阵时反应好大啊，收视系啦，绝世好巴。咁每一次嘅庆功宴咧，咁我自己仲好傻地咧，我摆杯可乐啊，摆杯嘢喺隔篱。我当我爸爸同我一起看，因为他说他成日要出院，成日要出院，他要出院就说要出来看乜要出嚟睇呢个电视，要睇呢一个，点知出街他就整唔到，咁我当他会有睇到佢一样嘢，咁直到有一个我就亦都系做绝世好巴嘅宣传，突然间有一个老人家走出嚟，冲嚟我度，咁我就以为冲去陈浩啊或者其他演员嗰啲身边啦，点知卜一声冲过嚟，佢就讲系话。你好好啊！你做呢个戏，你哋做呢个戏，我个仔翻嚟同我饮茶啊！佢话平时啲仔好少理佢啊，系因为睇咗绝世好巴，亦都系知道我嗰阵时，已经系再冇一个机会，来不及冇咗一个机会。我跟我爸，我个仔啊，成日翻嚟同我饮茶啊，你做多啲呢啲戏啦。咁我直情一个叮一声，其实我做电视，除咗为咗我爸爸，为咗我呢一样嘢，为咗我自己本身嘅谋生嘅职业，或者我中意呢样嘢之外，其实。咁难得我有一个平台可以做到呢样嘢嘅话，原来可以系散播好多样嘢出嚟。唔单止系娱乐嚟噶，唔单止系娱乐。我由嗰刻开始，好多谢个天，好多谢我爸爸叮起咗我呢一样嘢。